首先不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先生进行的问候和两岸之缘，让我们感受到两岸之间的血浓于水、同气连枝的这种感情，这是对马英九感谢大陆方面的情谊。皇帝轩辕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，我过去在台湾曾经六度遥祭皇陵，今天能够带着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到陕西来亲自祭皇陵，我个人感觉到意义重大。透过这次难得的机会，要更加牢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源，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。钓鱼女王，钓鱼女就是现在的钓鱼岛。过好毛鱼，过吃鱼，日本家一中一也单着猪，一中就是游球的哈。证明了水稻还是不属于游球，说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五米三以外都知道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。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跟版本保存的意识与传统，即使中华文明历经沧桑，仍能流传下许多宝贵的典籍版本，记录历史，见证文明。好的教科书，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。你们回去啊，告诉台湾同胞，回家了看看。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御侮战争中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、战区最广、牺牲最大的民族御侮战争。二人民都曾经被日本军阀欺凌迫害，伤亡惨重。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，当年我国到底为二战胜利与世界和平做出多大的贡献。我一向认为，战争没有赢家，和平没有输家。战争的错误或长城万里长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是万万同胞心一样，心里长城万。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，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，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。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，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。
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。两岸同胞一路走来，始终一脉相承，心手相连，守望相助。我这次访问大陆11天，让台湾的年轻人深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，认识到即使我们和大陆政治制度不同，生活观与价值观也不一样，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同属中华民族。这是我觉得这次是最重要的收获。我也希望台湾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，认识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与文化的连结不是政治切得开的，更重要的是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，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，九二共识，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。昨天跟习近平先生会面，他认真地听取台湾年轻人的意见，也诚恳地一一回复，表达大陆推动和平发展、共创两岸福祉的决心。我觉得这个对于两岸交流是很正面的讯息。习先生也表达对花莲赈灾的哀悼，我们未来会持续推动两岸青年交流，让台湾人更平安、更幸福。